其实就打得比较焦灼，你要怎么评价一下今天这个对手？我觉得今天其实这场比赛打的赢下来，我觉得也是能够赢下比赛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两个人其实在一些国际比赛配合的还是比较多，而且包括他俩的这种配合也是配了很多年吧，相对来说也非常默契，而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这种困难吧。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我主要是在我们俩自身还是开局的时候可能打得有一些太过于小心吧，然后也是给后面的比赛提了一个醒。第三局第四局你们两个很快就打开局面，是做了哪些调整呢？主要还是我们自身更加积极调动吧，然后在战术上包括出手单门质量就是更加能释放一些。陈梦下一场要对上平野美宇，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他交手过了，有做了哪些准备吗？这些因为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手过了嘛，我觉得还是放开去拼，做好自己吧。谢谢。